我是唐生瑶，我是琳琳，这是小卡机器人的迷宫测试。先看一下迷宫，这都是我们的摄影师爸爸做的。好，走啊！不要退下来哦，微笑。声音啊，怎么那么多声呀？ 啊这里是哪？先走好了啊，马克再来呢。对不起，你不要进去里面哦。走这条比较有趣。那我走前面那条还是这条呢？走这条，转弯吧。不知道哎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奇怪的东西哦。我们回到了起点，小卡机器人获胜，获胜了，小明哥。那现在我们是备战模式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在你开始就在，说我在哪？吓死我！你为什么？我们给他自己找备战模式啊。让他自己转转转，他有没有转？有没有走出来？我只是看而已。啊！我没有路了。啊！怎么这么烂？大哥，我没路走了。那还是会去撞墙啊！我怎么了？你的避障模式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，它就是这样。我不懂要怎么把东西。前面没有东西啊。他害怕了。无奈，这里是哪？我、我是人，乖乖。这里是我之前走过的地方。他习惯往右边找方向，有没有？有。所以要用顺时针方向让他走，比较会避障。真的，那这边就啊卡住了，然后救援这种颜色箱子，它可能找侦测不到那个反射点，有没有？所以它会撞上去。这种颜色它没办法反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直接让它走出来，上来。它不是习惯往右边走，它这边现在往变成往直走。对。所以要顺时针方向走，比较会避障。看它会不会撞纸箱就知道了。然后它纸箱有侦测到。怎么了？这种纸箱它避障模式，它比较侦测不到那个位置。人就可以侦测得到。爸爸用一个这个给他避障，你看哦，他会撞上来哦。
哎，有啊，有侦测到啊。哎，走过去。你不是？爸爸测试中。我还是前面吗？前面有没有路啊？那边有路。看机器人，你可以走这条或者走这条吗？好不好，小凯机器人？左右，等一下，左右还不习惯。好，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习惯了。爸爸那条小凯机器人，然后现在是我在录，是爸爸操控时。有没有？他左，我左轮右轮装错了。啊，不行，这样都是哦。是啊。嗯。来，要不要换一下？妈妈，妈妈。这里装。随便一个方向它就会停了，要是有自转的话。小凯机器人，哎呀，翻车了！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真是的，竟然要翻车！哎呀，痛死我了！那是什么？啊，我的脚！我发生什么了？我故障了吗？还是我不见了，不要往这边走哦。他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好啊，转圈了，换妹妹要玩吧。好。妹妹玩了。赶快。前进按哪？这个方向盘前进后退。然后这个是右边，这左边。那要小心，我要先进啊，先进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姐，你可以当声音吗？好。啊，这是哪个基地？咦，我怕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那是啊，要怎么后退？后退，这样子。吓死我了！那我帮你一下。好，继续前进来。